统一，台湾当归，中国统一，台湾当归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，他会将台湾变成第二个乌克兰。台独不要脸，台独不要脸，中华民国改掉，直接变成台湾国。台独闹水，台独闹水，癞蛤蟆，癞蛤蟆，民进党人头算不过人家，就用拳头，拳头算不过人家，动员职业学生，台独不要脸，台独不要脸，台独不要脸，尤其旁边出了一群毒卖王八蛋，我们的诉求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反对渗透法，反对反渗透法，渗透法反渗透法就是在撕裂台湾。第二个，反诈骗，反对诈骗集团，反对诈骗的统治集团，就是蔡英文的这个诈骗统治集团，比真正的诈骗集团更恶劣。第三个，我们反对滥权，民进党人头算不过人家，就用拳头，拳头算不过人家，动员职业学生，动员一堆南道女娼的太阳花学院的人士来骚扰立法院。所以我跟现场的观众朋友来预告，明天晚上徐尚贤、游志斌还有我们所有的支持者南北连线继续干搞民进党。